家拉你嘅罪名係香港法例第382章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17C 藐視罪。咁呢單案件係發生喺2020年5月8日晏晝大概2:32去到2:13，喺香港中區立法會道1號立法會綜合大樓2樓立法會會議室1號召開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期間，咁我根據警方調查所得，有理由相信你喺舉行會議嘅時候引起擾亂，致令個會議程序中斷或者相當可能中斷。警方星期日朝早上門拘捕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另外現任議員胡志偉、黃碧雲、張超雄，前任議員朱海迪、陳志全亦都先後被拘捕，他們涉及5月8日在立法會內會衝突事件，觸犯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有關藐視罪和干預立法會人員罪。據了解，警方亦打算拘捕議員許智峰，但是他仍然未被捕，亦都沒有收到預約拘捕。另外，工黨主席郭永健亦都被捕，懷疑他當日在公眾席投擲紙張抗議，涉嫌藐視立法會和妨礙立法會人員執行職務。他們下午陸續獲得保釋，星期四在東區裁判法院應訊。落口供的時候都有看一些片段的，而那個片段就包括了這個郭偉強是將陳志全拖落地下拖行那個部分的。大家都知道其實陳志全是正在用私人檢控是告緊郭偉強是襲擊的，但是現在就調翻轉頭，我個感覺就係、是、原告變被告咯，即係起碼係從阿陳志全嘅角度係咁諗啦。乜當然係唔公平啦，即係當然係一個政治選擇性嘅檢控同埋拘捕啦。咁你各位話權力及特權條例係保護議員嘅，即係呢個條例嘅定立，但今時今日係調翻轉，係用嚟咧係阻礙議員在議會裏面的表達，甚至呢是用來去政治迫害議員。當日內會會議由李慧瓊主持，泛民議員質疑李慧瓊無權主持會議，期間包圍主席台，並且有肢體衝突。警方說，當日下午接獲立法會秘書處報案，只有人在立法会大楼一号会议室会议进行期间作出扰乱秩序行为，经调查和咨询律政司法律意见后，拘捕六男一女，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究竟当日这班议员有什么行为要被拘捕，而检控的准则又是什么呢？其实呢，我们每次做的调查呢都是根据这个根据画面所拍到的东西，考慮過全盤的事件，由開始直至到結尾，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之後呢，我們有需要的就向所有的證人索取口供，究竟是發生什麼事？究竟是什麼行為？點知話行為才為犯法呢？咁我這裡呢就不能夠作出任何評論了，因為呢案件呢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我想這個問題呢就留返這個法庭或者那時去解決了。另外，建制派和泛民當日互有推撞，郭偉強更加懷疑將陳志全拉跌在地下，不過警方暫時未有提出檢控。有人怎樣打到另一些人呢？其實呢，我們亦都做了一些調查報告呢，交了給律政司拿法律意見的。由於現在還在等候階段呢，在這個階段呢我就不適宜作出任何評論了。東網記者藍浩傑報導。